欢迎我春哥。还是哦，我春哥单身吗？来，春哥，欢迎你加入直播间。你是单身，找到我就对了啊！欢迎回家。来，家人们，是真的啊！咱主播身上单啊、身边单身姐姐多得很。是的，春哥，关注主播就对了啊！来，先让这些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先尝试一会儿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先让他们尝试一下。先让他们找个点，找个规律，免得他们晃不进，他怪我啊。是永久，期待下一次的举手，我们一起加油。龙之翼，黑夜遨游，向光明的尽头。我死了，我睡下子，我死了，我睡下子，我查给你。我这个米都被你们打碎了，我跟你说。来，家人们，我这个米都被他们敲碎了啊！欢迎我菊花姐姐，欢迎我菊花姐姐，他们试就试嘛，把这个米咔一下往地里一丢，把我米都摔碎完了。那你觉得你能走进去不？他自己，你自己走错了。他说我打岔，我打啥岔呀？来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这个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啊，姐姐。来，今天我跟现场的叔叔阿姨讲一下啊，咱们看就看，咱们不要上这个毯子，好不好？把咱们这个。这个娱乐场地给腾宽一点就好玩啊！来，我来试一下啊！可以，你试吧，试啊！咱们开始之前，借家人们的发财的小手，咱们点点小赞赞啊！这些姐姐们想试一下，试一下就试一下嘛！你看，一试就试准了，看到没有啊？那句话叫什么学呢？一学一试就拿到了，一学就回，一做就会。哎呀，这只要姐姐们高兴开心就行，阿姨们啊，来，家人们，叫大家发财的小手，咱们给主播点点赞行不行啊？没点赞的点点赞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哈。欢迎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叔阿姨们，欢迎我的云姐。不过我注意看了一下，他们试啊。他们这个一点都没有作假，是闭着眼睛的，没有戴眼罩都是闭着眼睛的，这个是真的啊，这是说的实话，这个一点都没有说假啊。来，这样，你们试好没有？看好没有？我们是想要来，咱们试好了，看好了，咱们就正式挑战啊，咱们就正式挑战，行不行？来，这叔叔不要挡住咱们摄像头，好不好？不要挡住摄像头，啊。这个叔叔搞笑，自己走过来把手机咔往那里一丢，结果丢进去了啊！这结果丢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啊，这样有多少人挑战？谁？我。姐姐来，是不是？好。啊，第一位啊，第一位挑战。这样，如果说你第一次没挑战成功。第一位他是踊跃参与的哈，咱们他如果说第一次没挑战成功，我给他加多一次机会啊，家人们，我加多一次机会给他，给两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家人们，借大家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啊！来，姐姐先把这个眼罩戴上啊，咱们挑战归挑战，还是不能看的啊。你先戴好，你啥也不用管啊，你站好就可以了，姐姐啊，哎。挑战看能不能成功，来啊！你有没有挑战过？有没有玩过，姐姐？没玩过。没玩过是吧？嗯。来，我希望你能挑战成功，第一个就挑战成功哈。好。来，我把你头发撩一下啊，姐姐啊。好的，你弄好，我看不到的，随便。肯定这个肯定看不到，看到的都不得了了啊！来，那个姐阿姨啊，咱们不要上去走，该正式开始挑战了，咱们就不要上去走了啊。
咱们把这个舞台腾宽一点啊，才好玩。对，能听到我说话点个头，姐姐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能听到啊，这样听到音乐咱们就原地踏步十秒钟啊。你放心，这个鼻子肯定能出气啊。你选择拿米还是拿油？一次舞到了就好了。这我尝试过很多次，绝对可以出气了啊。来啊，哎呀，咱们不要站在中间，这个，小朋友退一点啊，小朋友。拿什么东西啊？你拿什么就拿什么。啊，想拿米就拿米，想拿油就拿油。哎，对的，你选择拿米还是拿油？我选择拿米。米是不是啊？拿行，咱们给一袋米来扛住，蓝瓶大米啊，来金瓶大米来扛住啊，姐姐，听我口令啊，先退后一步。啊。那个叔叔，这个在旁边一点，不然的话咱就搞完不成了啊！听我音乐响起来，踏步十秒钟啊！你喊我走我就走啊！好，踏步，脚抬起来啊，脚一定要抬起来，不抬起来加多五秒钟啊！对，抬起来，对，还有五秒钟，来姐姐，弹起来，脚要高，脚一定要高，高高高，还有三秒钟，好。可以往前面走了，姐姐来。来。哎，先不要摘，哎呀不好玩。来，不要走中间。不要走中间，哎呀我的个天。来家人们，这样啊。这个姐姐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。来这样，她还有一次机会。这是因为我说的，她第一个参与，咱们给两次机会啊。只是指着他一个人啊，他一个人先戴好眼罩，那你不要着急啊，这个姐姐很着急的，她一走过来咔一那你一丢，哎呀我的个天，哎呀我都没有来得及，啊，来这样啊，这个搞缓的啊，这样带过来啊，你太着急了，我拉你一丢啊，人就走了。来，姐姐，那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。挑战那就有难度啊。让我在原地拿起，那不，那不行。咱们这游戏规则是这样玩的啊。来，我先把音乐关掉，姐姐啊，先音乐关掉。啊，这个带上啊。好嘞，好，能听到我说话啊。听得到，听得到啊！音乐响起来，十秒钟啊！来，你把米拿好，来，姐姐把米扛好啊！退后一步，来，可以了，就这个位置啊！原地踏步，踏起来，对，高一点，咱们就踏短一点哈、啊。时间脚踏低了，咱们时间长。好，停，往前面走，来，往前面走，来，来。咱们旁边人不能说，来，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！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拦都拦不住啊！你们连他人都看不住，来，这样这样，咱不要站中间来，阿姨，这样哈、啊，现在开始，谁站在中间来走，咱们不跟他玩了，行不行、啊，家人们？啊，我说不听，我真说不听，欢迎我有才大哥，你欢迎我有才坏大哥，来。现场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听好了哈，此时此刻开始，谁站在上面来咱们就不给他玩哈，谁现在在上面来我不给他玩，要来咱们排好队，后面一个接一个啊，啊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来家人们，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叔阿姨啊，这些姐姐们太厉害了，我招呼不停啊，咱一个人啊，我招呼不停，来叔叔你走一点，这个啊，这个不行，呛死人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，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说啥了，这些姐姐们太厉害了，家人们，借大家发财的小手，咱们把小灯再点一点啊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的支持哈、啊，哎呀，这位美女来了，这位美女啊。这位美女来了，来这样啊，这样，阿姨们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叔叔阿姨们、大哥大姐们都听好了，
咱们要是可以必须比方说下一个是我来挑战啊，下一个我来的话他走完了之后你可以事先试一下再挑战，但是咱们不要在人家玩的时候挑战的时候再走上来就不好玩了啊。那准备好没？来来来来，我看一下这个小姐姐能不能看到啊，来家人们好不好？看不到是不是？看不到，有点看。来听我，来我看她能不能挑战成功。来这样啊，今天前三位，前三位参加的。